还是就像是……哦，原来是做梦。哎，有阳光。嗯，我心情好多了。When there are clouds in the sky, you'll get by. 好，起床了啊，准备起。If you smile through your fear and sorrow, smile and maybe tomorrow you'll see the sun. Yeah.I'm shining through for you. Light up your face with gladness. Hide every trace of sadness. Although a tear may be ever so near.That'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经理，你主管怎么办啊？我们两手空空的，待会怎么见马董啊？查理，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你才骗马董的。没办法，事到如今，我们只能谎称冯老太太过马路的时候被不法分子给绑架，然后还是老太太救了我们，才保住了性命。还哪里还有什么时间谈客户呢？都不可信吧，你想想老太太怎么可能打得过不法分子啊？因为她是双枪老太婆嘛。怎么办？好吧，待会一出电梯门，我们就假装浑身是伤痛哭流涕，用眼泪来博取马董的同情。你们肯定有病！哎，你好毒啊！肯定有病！他不疼了。肯定有病！看吧，怕什么来什么。刚前台的人说，马总在里面等你。经理是认错啊，你还是认错好了。嗯，我觉得蛮不错的。嗯。马董，你这是……我实在太激动了，脸上上火，长了狼疮，低调。马董，你这
道，对不起，你先别激动，你别激动。其实都是因为我，经理他才会那个。经理他实在是太优秀了，不愧是我们公司的一朵奇葩。经理。刚刚老宋集团新上任的总监给我打电话，他们公司非常喜欢我们经理来设计的宣传片，他们说虽然没有什么文艺气质，但是特别的直接了。经理，你是最棒的，你知道吗？那天我们就出去了，就碰到一个老太太过来，就在大沟里来，就过马路的，你是最棒的，你知道吗？放一下，最棒的，你知道吗？哎呀，经理啊！哪有那么说不怪你了？你还在那说什么？好不容易编的故事能让我说完吗？编剧很累的。对了，你别一会儿要来看我们，听说是一个全是80后楷模的青年才俊哦。我也没有见过，人马上就要来了，准备接待。生活真是跌宕起伏，太刺激了。我都希望每天都是幸运。昭君，你太贪得无厌了。人总是会有低落的时候嘛，那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前方总是有惊喜等着你。经理，你太说教了，这完全不是我的风格。你是你，那不说教怎么办？那郁闷了怎么办？你说，歌唱。